边的防守球员下来做到对位的动作。嗯，可以看到钱肯尼回到球场上，真的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。但更开心的恐怕是野兽迷啊！是，所以这个对于一对一的防，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，钱肯尼其实上来就是要针对林志杰。是，不过其实。